啊，食同病老夫啦，医生哦，大家都跟周国平讲，要住院哦，啊，就哦，钱他都要都丢掉，所以就讲，我不能住家务，啊，打坐，我到底，你将这人引入大花大核心，一打。免疫上不一样，对我处不停有处，以前经验就较有保障。啊，好了，内心他这个有保障，所以这个心烦我真欢喜。有一款对，有一款认真的学生，爱了解地方教育哦，会当对这个保障一概到协助。到处打，或者是如发展，分管的各地如此。啊，都啊，到那个政府哦，尽量给咱关心。啊，多谢，啊，我来准备演出，谢谢。今天得第一代掌门人钟文弼老师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啊，新逢我们这个云林县国际偶戏节，从1999年到现在，啊，持续不断，每一年。那么最主要是要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，好。所以呢，才有今天一直延续下去。那么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节目呢，在开演这个《西游记》火云洞之前呢，我们带来节目。那么从传统的偶慢慢的长大，一直到金光戏，一直到电视播，因为很多小朋友没有办法一下子了解这么多。那么在座老前辈呢，可能火云矿金城可能了解，不过利用这个机会来做。所谓的呈现，让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呢，能够对我们传统的布袋戏偶也好，金光布袋戏偶也好，电视布袋戏偶也好，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。接着呢，第二个阶段我们为各位带来的是西游记。好，那么节目即将开始，在座的各位非常感谢你们，我们节目即将开始，谢谢，谢谢。Thank you.
开，钢管。各位带来是在民国42年由钟正弼老师首创的金光布袋戏《加大的布偶》，我们来做一个爆破的示范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会跟你讲耳朵捂起来的时候再捂起来哈。好，哦哦啊啊啊啊啊啊！25公分，一直长高到30、40、45。86，到60公分，太短。起来哦，前面好，眼睛注意看，摇，哟吼，吼，阿姨，有没有吓一跳？没有哈。够不够刺激？好，这个呢，就在民国42年，由台湾呢跟这个所谓的世界不同，所谓大陆的不同的偶戏呢，开发出了金光布袋戏。走到了现在，金光布袋戏呢越长越大了，对不对？那当时在民国48年呢，钟正弼老师开发出来所谓的首创一个身高180公分，头上呢有24颗头，那么有48。但目前只剩下那个头，24颗头，对，其他的都已经坏掉，我们还保留着。我呢，60年代的时候，布袋戏呢盛行，又转到了哪一个地方？电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电视布袋戏偶呢，即使不一定要长得很高，大概在80公分左右。那么在座的各位，可能有很多对这个木，来拿一下比较简单型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视布袋戏偶呢，它的走法跟它的运用手法跟传统呢。没有什么差距，只是偶加大，那么道具呢延伸在放大而已。那么你再看一下，离不开一只叫天地同空来辅助他的手。那么这一边呢有一所谓的这个操作的空间，好，要不然手指头应该这么长。好，接着呢，在开发的时候呢，我们呢也注意到了一个叫做功能性，手只要稍微做了一个改变，你看。这样子的功能有多大呢？它可以跟人家握握手，Hello， 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也可以提笔写字，那么也可以举杯，靠这个。来，我们简单来做一个动作，各位看一下，比如说这把剑，哎，要怎么样拔出来？就是握，所以的功能性就在这里了。我们看一下。那么每次我抽出来的时候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有些小朋友说，老师那个剑怎么那么短？长短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在看到了这个功能性之后呢，哎，我们刚才呢也想到了一个问题，临时又想到了，做了一个叫做摄影棚里面所谓的一个表演的不同的形态视觉，我们找了一棵树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不过看了娱乐。我们怎么可以讲创意呢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在民国5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就走向这样子。第一件，都来哦。
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所以速度就稍微快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很干净的画面呢，观众的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的所谓的动作跟画面呈现的一体，那叫做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结构很简单哈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要讲金光布袋那种手法，对不对？既然剑拔得出来，要不要收回去？好，那么我们曾经也让这个小朋友考到了，老师把他插剑收回去。我说好，不过我跟你讲了，不能从后面哦，也不能从前面呢，找不到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过。好，那我就想了以后，应该是这样吧。从后面的话是这样子，找不到，对不对？好，从前面呢又插不进去的时候怎么办？应该是这样吧。找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小朋友就很专心，有在看这个布袋戏。我们在想，既然是这样子，我们也把它拿来当成一个示范，来就这样子演出。谢谢。好，以上呢这三个三种不同的所谓的一个阶段，就是传统的布袋戏、金光布袋戏，还有电视布袋戏。当然，现在电视布袋戏有更漂亮的。好，那么我讲过了，这个动作有很多，你看。好，拜拜，谢谢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为各位带来的是《西游记》。哎，请注意看的，这个孙悟空，他千变万化，72变1万，他会等一下从很高的地方跳出来，从哪里我不知道。各位，我们接着，各位掌声吧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当来离婚海啊！好，我托三去教我变成三只狗，三只狗想做只猪个只，三只老虎，天地人三代合变变孙，变变变！上大个咩？就咩做唔得，啊！不只要生火气啊，我哋自己搞我，不只要生火空了掉，变变变变变。
可以做到这么好。爆啊！哦。
阿姨，你知我哩啊？原来你做这导航，无啊，我要喊你只导。我吓，我问你，做啥物？你搞一斤上江海对无？丢丢丢，跳冲去，啥物人？丢丢，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最会龙我。我不得底，为了三眼真花，我托三眼真花要甲你烧，人，伊那人人生花。不可以就是不可以，我甲那对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讲起来就是痛的，哎呀！你若敢，如果甲你烧，我你
be over。创新就是些花样，哎呦，爱苦心，所以这戏才会叫忙哦。我自民国这个地方就感觉讲传统太保存，啊，无足时代足袂着，真是七十年代啦。了解讲，到底的时代好，什么时代要创新？在玩，啊，看了，大家不会死，谢谢大家。这个不是我，
各位也较便民啦吼，那不看不看不要紧，谢谢谢谢，好未？好来开始便民。这心差不多七百公分的话。我变四十公分，我变七十公分。不要啊，谢谢大家哈、哦！啊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事业有成，风头大展。好，我们要安排一下，第二场是下午四点，好不好？武松打虎是四点。好，那么来，老师，老师，好，我们有十尊布袋戏哦。那么，如果抽到你的话，安全问题啊，抽到你先举手一下，我就知道你了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那、啊、如果不在的话，我们唱。视同俱全 ，OK。我们钟仁弼老师来，我们不成功。空如空，人人空。他空中。一。我忘了，我讲多少东西啊？一六八。我以为怎么会两个？好，来，谢谢谢谢。那个嘉典，快来帮忙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呢，来。Thank you.
坑坑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请现场的小朋友来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不，让你抽到，你是你请起立来，请起立。所谓的希望小总来，好，大声的念一下，真的吗？后面这个小姐来2022来，好，接李站，好，你要举手就是要摸哪，来来，好来，好，帮他等一下哈，好来，哎，声音好亮，来，等一下，好，恭喜后面这位先生有哈，好来，接着来，还是你，不好意思，来，好，那就来。我想边边的啊，聊一下，聊一下哈，好，哦，一二三，好，恭喜，谢谢哈，好，来交给一二三，也希望有人来摸一下哈，好，恭喜这位小姐来。抱歉哈，抽到福气，无抽到卖手机了哈，没有办法面面俱到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大声一点。141号，141，有的话请举手。哎，终于有机会了哈，141两，141三次，有吗？确定没有啊？好，感谢141再次的捐出来哈。119，那天119，119有的话请举手。好，恭喜这位先生来。好，赵子龙，来好。好，81号来恭喜。我们讲过了哈，这个其实看不到。132，对哈，好，恭喜，都在现场，只有刚才一个没有在现场。好，还有两尊，来中间来，你们是一起的吗？没有，来。137，好，恭喜，好，还有一尊，对不对？我们找一下，来，等一下，来借我一下，来。这位大哥、大姐、大哥随便一个人抽来。1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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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哈、哦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 ，OK， 来到前面。好，各位，啊，我们下一场也是准备时钟，好不好？好，四点钟，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，来看一下武松打。非常感谢各位，再次的敬祝各位呢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还有，好，谢谢，哦，太爽了。
众人必站不站？站！